没意外的话呢，今天是7月10号，明天就是我的生日。我帮自己准备一个生日礼物，那同时呢，生日也是磨难日，那我一个小惊喜要给我妈妈，就是我一台车 Mini Cooper， 梦想达成。我们来海丽介绍的一车库，现在来看车主的车，好紧张哦。只要看完这台车没有太大问题的话，十之八九就是买这一台了。他这几个看好多车哦。欢迎欢迎，没有，这只是确定我们还是拍这一段。看不懂那边抽人啊。今天是5月9号，今天要去交车。因为上次那台车给宪哥看过之后是没什么太大问题，所以应该就是那一台，现在很紧张，我要去过户。这两个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哦。我现在很激动，我买车了。31岁，快三十。现在没有心情跟你吵，开心。但是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会再做一些小改造。我们会整理，然后给妈妈一个惊喜。因为我们从贷款到买车的过程跟交车，完全都没有让我妈知道。开心，她很开心。就人生的梦想达到了一个。当然我不是那么厚雅，我是贷款。那我这次贷款是找谁呢？乐天爸爸，永远的爸爸。谢谢爸爸借我钱。外出还是要靠爸爸，好吗？我是认真跟乐天贷款了。那我这一次贷的是循环型，它又叫做循环信贷跟理财型信贷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它跟一般贷款不一样。我用手机 app， 我只要开户之后呢，我就可以用手机贷款，就填好资料等等的，就可以贷款成功。循环型的意思就是呢，比方说我贷了60万，它就是给我一个60万额度的一个户头，我可以去挪用里面的资金。那比方说今天呢，我买车需要花到40万好了，我就从60万里面挪出40万，但是我20天之内我就把40万还回去了，就代表呢，我只要还了20天的利息，听得懂吗？懂。用几天就算几天的利息哦，甚至当天借还免息。乐天贷循环息额度最高是100万元哦，年利率2.65%，它起开办费只要1000元新台币，年绑约哦。其实像循环息呢，就很适合创业或是业务，或是像我这种自由工作的，比较弹性，真的很弹性。像我这个月，比方说我一笔业配的钱进来之后，就可以一次还多，就等于是这个户头就是让你去自由做使用。会像上班族啊、小资族啊，临时急用的话呢，它也是24小时借贷，非常方便快速哦。明年要买车啊？对啊，等等的。谢谢乐天爸爸借我钱。帮我圆梦。那我今天来到的是一车库，我要先把车子整理整理呢，然后我要给妈妈惊喜。我买了一些配备，要把车子装一装。每台车一定要有的三脚架，一个放后车厢，车用香氛。咔嚓！我很想把买了内衬皮革，你看它上面都有一 mini， 就是放边边跟杯架用。好假掰哦！你看，好美哦，好哎。坐，为什么我的比较短？真的啊，啊，刚好，看连杯架都有，好可爱哦。车用充电器，宪哥在帮我们装行车记录器，还有倒车显影的。要把线牵到前面，电子后照镜。正在安装后视镜，装好了。这个的启用仪式呢，就是让把这个膜撕掉。哈啦！你看这个很棒哎，用摸的。Go go！ 你看我还买了这个可以挂塑胶袋、挂袋子的东西，就是很可爱。今天小加工结束，谢谢宪哥，拜拜。今天来到的是 Excel 新北土城店，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呢，要来。让我娓娓道来。我小时候，妈妈有一台车，就她自己的车。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有两台车，一台我爸的，一台我妈的。然后妈妈那时候是开那个尼桑的那个 March， 因为我妈那时候也是蛮有个性的，她就把它贴成大麦丁，它是全白，然后贴那个黑色斑点。然后小时候就是我妈开那台车，就带我们到处跑啊，去玩啊。因为我找不到照片了，我对天发誓，我们家以前有这台车。然后后来我们家到中部的时候，爸爸就是做生意赔很多钱，变卖家产的时候呢，那台车就拿去卖掉去还债。所以我妈妈好像心里其实一直蛮。难过这一点就是，就蛮心疼这台车。然后自此之后呢，我妈妈就没有车子了，所以那是我妈妈的第一台车，也是唯一一台车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把 mini 贴成大麦丁的样子，然后给妈妈惊喜，不知道她看到会怎么样。今天要帮我们贴膜是 Tim 哥，
今天什么？大家看，是引擎盖的大麦丁斑点，好紧张。有人想要自己贴，他说我可以玩玩看，他应该是想。我开玩笑，不小心很紧张，我要照着那个他们给我的示意图贴，因为那时候听哥很贴心，还帮我这个做了示意图，所以应该会长这样。我先从这个最小块这一点开始好了。我有喷泡泡水，所以你可以先把它摸平，之后拿这个刮板就把它推，应该是这里啊。嗯，差不多。完了。它已经有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，就小时候妈妈的车就是类似这样，贴成大麦丁的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有天分呢，谢。你这可以来上班吗？可以，明天时间。时薪多少？我们才月薪的。月薪吗？对对对。对，好了吗？很可爱，很可爱耶！有了有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把其他都完成。是你要完成吗？我会一起完成的，一起完成。贴膜前的清洁。因为它贴成大麦丁的形状，它本来轮框是黑色的，我怕颜色会太深，所以换轮框。我们现在在擦塑料还原剂，看它现在的颜色哦，变超黑的，好像新车哦。我旁边停了一台宾士，它是贴过漆面保护膜，超美的，它整个是雾面的哎，而且它 ABC 柱有贴这种钢琴烤漆的贴，顶要贴成白色的，然后再加上大麦丁的斑点。各位，我们完成了，觉得就是我回忆中的样子，不觉得很可爱吗？谢谢天宇哥，我觉得很漂亮，我真的满意到不，非常细心。做工很细心，很用心。你看周边都收得超级美的。大家假如有贴膜需求，麻烦给我过来。土城的 X Bell 好吗？来找贴椅子。怎么都不讲话？我要讲什么？他刚出来。我现在很激动。我现在很激动。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样子，这就是完美呈现两个字，完美。太大声。就是我小时候记忆里的样子。觉得很感动，是我长大能够还原成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是用去宜兰两天一夜来骗我妈说要租车这样子，然后在那天呢，就看我妈会是什么反应咯。妈妈应该很开心吧？会吧。我把 Mini Cooper 变成她以前车子的样子，妈妈会不会想开？行哦，不是啊，因为妈妈年纪比较大，我怕想要妈妈安全，坐得比较舒服啦。儿子在就好，儿子在你就好。你看这个做工啦，整个很契合，你不觉得吗？嗯，这看得很舒服，那疗愈到不行。最后谢谢 T 小富跟阿Sir，我真的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是认真觉得很棒哎。他们很冷淡耶，很冷淡耶。他们刚刚在贴的时候干话连连，然后现在就突然都不讲话，害羞啦，害羞臭直男。热泪盈眶，就妈妈应该会很开心。之后妈妈就是开着大麦丁的车带我们到处跑，就是这一台车。各位，就是今天，我跟妈妈说我要去拿租车，好紧张哦。希望他们在来台北的路上。你有拍什么借我看？小丽耶。那你的手表现在几点？嗯，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你要牵阿妈走。牵阿妈走，不能跌倒。走。闭眼睛，不能偷看哦。走。走。好了，那你可以张开眼睛了。哒哒。我是买然后自己贴的。你那时候是用贴的吗？对，用贴的，不用变更那个。对，是白黑，很酷哦。那我可以开吗？你还记得怎么开吗？我怕倒车入库比你们还厉害。给自己的生日礼物。32岁的礼物。你看，它是全景天窗，全景天窗。喜欢。你看它可以整个打开，你看它的音响是 Harman Kardon， 而且放下29寸的行李箱。Mini 是 Countryman， 所以后座空间很大。你要帮阿妈拍照，那你帮阿妈拍一张。
等一下，为什么真的有东西？那小朋友玩具也太高级了吧！真的有东西，我以为这是玩具，它真的可以拍照，什么意思？好像牛、喔，是狗狗啊，大麦地。去宜兰玩喽！我也其实我想要什么，我想要圣诞头，然后是要贴成贴成瓢虫的样子，红的不好卖。只要你要以后要、哦、你要脱手，小鸟就可以说服了，说服了以后就说好吧，瓢虫没办法，那我们就到那边。多久了？民国72年。哎、欸，那时候没有 Google 没什么，自己找啊，然后就看公路局。有车怎么接？然后住哪里呀、啊？哦，那时候再开这台环岛，绕一圈，慢慢绕。Your way. 长得这么像我，爸爸，喜宝帮我拍的照片，我帮喜宝拍一张，一二三。现在的小朋友玩具也太高级了吧，真的可以拍照？喜宝看，还有记忆卡也可以拿出来。我的草莓雪花冰，好吃吗？不要。看起来好会吃哦。看起来，你觉得很好吃啊、哦？嘴巴张开一点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好可爱的画面啦，好惊喜。基本上呢，这两天我们会非常耍废，行程就是我们之前宜兰哒哒哒这几支的内容，然后我们会重复去踩点，带妈妈跟喜宝他们去吃。那我们接下来吃底料，好久没吃了，黑帽什么意思？给我拿下。这个白天环境很漂亮啊，可以吃啊，吃饭好吃的，它都不会挑食哦。阿金的表，马上拿出来。我的早午餐来了，喜宝你要吃肉肉吗？要吗？吃的，哥哥给你吃。佩佩猪的肉，佩佩猪要吃佩佩猪吗？佩佩猪拼图碎片。我跟大家说，这是来宜兰必点的老板手作提拉米苏。我今天要带家人来住的是宜兰威斯汀。这边有住过几次，我个人蛮喜欢，因为我以前在打飞轮，然后也是万豪集团的，我可以用3000块来住，所以就是很便宜。我现在呢变成老板姓之后呢，房要大概7000块哦。现在淌血，住太好了吧？就希望喜宝以后长大看到这支影片，就愿意照顾舅舅了。然后推个轮椅，推个轮椅上。我陪你上房间。然后等一下去游泳，来走。不客气。以后会养舅舅吗？你长大会照顾舅舅吗？啊，谢谢。好，影片为证，点头。这边就是日式庭园的度假村，很漂亮哦。你在推小猪哦。它走廊是开放式空间，然后外面都可以看到庭院。一棒，我们来看房间，这间是喜宝的房间。有了有了，可以开了，喜宝开箱。哇，这是亲子房，喜宝这是什么？你看有企鹅，你看还有小帐篷哎，而且最酷的是什么？它房间有这个是什么？泡澡的浴缸，很漂亮哎。亲子房很可爱哎，不用拍，真的。小鱼，小草鱼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妹的家。
所以你们今天睡这里吗？对啊。哇，他们的房卡是木质的哎，小质感哦。哒哒。我很喜欢的是他们房间很挑高，小孩马上入侵了，小孩马上入侵了，他把自己丢到床上，好可怕。厕所是我最爱的两个洗手台，我很喜欢的是他们地板上的木纹砖，就整个很暖色调，很日系的感觉。你在敲门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是洗车场的那个吗？转圈，洗吧，转圈。对，洗车的洗车。是比基尼辣妹吗？来洗吧，他们去玩水。这边有一个泳池的户外空间。在洗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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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车。洗宝骑什么？海马。海马。没有河马。河马。晚餐是吃威斯汀里面的无日式料理，吃晚餐咯。因为我们出去拍片的时候呢，就请我妈帮忙带铁男散步，然后我妈就说她想要，我就说她带铁男可以啊，然后要泡温泉啊，去日本怀石料理啊。好了，今天怀石料理蹭到了，那蒜香刺虾冬粉汤，哎，儿童餐很澎湃，是和牛，你这胃口，那晚餐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儿子的笑声最好吃。谢谢你。自己说。我们在游戏室里面玩。我没溜。它是分男汤女汤，然后好像天数不一样会互换。男汤这一次是在这边，然后里面就不能露营喽。哎，抓时间给大家看一下。泡汤玩的超舒服，这边有露天的，所以就是很凉，然后泡在温水里很舒服。泡完汤，旁边的餐厅好宵夜可以吃，吃早餐。小姐会不会太舒服？还有电风扇可以吹。基本你知道我们要来看什么吗？麋鹿。麋鹿可以，它可以吃萝卜。哇，四季要来了，四季要来了，四季要来了。水豚，水豚，不吃了，它吃饱了。好棒。还有勇敢哦，四季好勇敢哦。吃冰淇淋要干嘛？要拍照，我们要训练成王美，来快拍王美实习计划。好看好看，有哎、欸、可以，好好好，很棒，可以吃了。蜂蜜柠檬松饼点给小朋友吃的。我喂的也是小鹿，然后他不吃你的饭。他不吃你的饭。那个姐姐，你说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谢谢。拜拜拜拜。气泡很高吗？上面很凉吗？很凉啊、哦，很凉啊、哦！带小孩来玩水，龟山岛，天气好好哦。七宝，我看你的手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黑？我们声音小废片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乐天爸爸，谢谢宪哥，谢谢天魔的 team， 就是谢谢你们，还有就是谢谢一直支持我的观众们这样子。32岁，就是给自己还有给家人当一个礼物，就是谢谢你们。我也要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没有大家，真的没有今天的我们这样子。真的是，我真的是满心的感谢，谢谢你们大家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帮乐天爸爸宣传一次，我们这一次乐天爸爸的循环型呢，额度最高是100万元哦，年利率是2.65%起，开办费只要1000元新台币，而且它比起其他传统银行呢，它的每期应缴金额都很好记得。像比方说5到10万的话，每个月就是最低还2500块，你就不用再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月要利息是多少加多少这样，它就是一个整数这样，2500块啊，3000、4000。我们的说明栏呢会有集具给大家参考，那大家有需要的话呢，或者有资金需求啊、理财需求的话呢，可以参考乐天爸爸的循环型贷款哦。谢谢爸爸，爸爸帮我圆梦买车，我是贷款的，爸爸钱好吗？